家人们下午好。下午跟家人们来分享一件这个早期，名家这个寿山石老姓啊、老姓三彩芙蓉啊、老姓三彩芙蓉的一款这个博弈啊、博弈精品啊。这个老姓三彩芙蓉还带桃花啊、这个桃花点点非常非常漂亮啊、然后我们的这一款博弈精品啊、也是名家的这个郭子阳工作室出品啊、郭子阳工作室出品的一个小精品啊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的这个质地啊、是一个玻璃地的啊、是一个玻璃地，质感哦相当哦、手感非常好啊、的一个老姓的一个芙蓉啊、我们这个整个作品哦、都没有上油去保养它哈、我们在户外自然光下呈现整个石头的这个实物啊、实物的这个整个面貌都呈现给家人们啊。喜欢寿山石的家人们啊，可以来把握这件小精品哈、我们给到家人的价位都是超级优惠的啊、